苗栗新任县长钟东锦一扫被控贿选的阴霾，风光宣誓就职。他在台上致辞时，当场开起玩笑，称自己就是苗栗国的国王，逗得全场哄堂大笑。钟东锦从前县长徐耀昌手中接下了印信，正式就职。致辞时，除了强调调侃自己哦，这钟东锦也向苗栗的县民承诺，做一个全民县长，未来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苗栗。而接下苗栗县长的重担，钟东锦首要面对的就是当选无效之诉，他也替自己喊冤，强调司法一定会还他公道。至于外界关心到底要不要重返国民党，钟东锦语带保留说可以私下谈谈看。我是陈怡蓉，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，而国内的第一线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。更多的新闻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。